我真的是受够你们两个了，一个冰棍儿，一个棒槌。你说话都说到这份上，干脆直接问他得了。你就跟他说，喂，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要喜欢我的话，姐也喜欢你，这不就完了吗？真的是，他都那样说了，我何必呢？哎，说曹操他就到。哎，明天，来。你别过来啊！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啊。哎，过来啊！师姐。明天，有事儿问问你啊。毕竟你是咱们正则唯二的男同学啊。师姐，请说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跟他学弟的关系有点特别。有一天呢，我这朋友的一个追求者来到了学校，刚好被我这学弟撞见了，结果他就没给我那朋友好脸色看。程亚楠，你说是不是我那学弟喜欢他？是不是他吃醋啊？他昨天吃海鲜，脑子过敏了。哎呦！哎。死丫头，哎，杨丑子，你还敢这么对我？大排档什么时候开始弄周年晚会了呀？你别问那么多，来参加就好了嘛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大排档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，像亲人一样。今天难得都有时间，开开心心的。各位，大排档的父老兄亲、哥哥姐姐、妹妹们，今天是我们首当其冲第一次举办15周年庆祝晚会，开不开心？再问一次，开不开心？现在进入我们15周年庆典最高潮的时候，就是要抽奖了。我们抽中了幸运儿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大奖要送给大家，开不开心啊？我们的大奖是什么？澳门来回机票一张啊！耽误大家的时刻了啊！来，我们进行抽奖了啊！哦，来喽，看看是谁哟！呀，恭喜，是阿炳排档的江博。哦，我中奖了啊！是啊。嗨，这段时间我的痔疮老毛病又犯了。坐不了飞机，我这个奖捐出去，啊，重新出来。谢谢江博你的善心，把这个机会让出来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继续看看下一位幸运得奖是谁啊。好兴奋，好兴奋哦，来啦！哎呦，恭喜啊！就是麻辣烫的张大婶。啊！谢谢大家。不是跟你说浩儿的签要把它冰冻起来吗？天气热，大概冰退了。浩妈，我黄二胎出门不方便。我提议呀，把这个奖啊直接送给咱们大排档里最年轻有为的阿浩。谢谢
谢谢张大婶，谢谢。哎呀，欢迎，恭喜啊，恭喜！来，要不要掌声再鼓励一次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没有痔疮，也怀不了二胎，我一定代表大排档的父老乡亲去澳门给大家争光的。谢谢。